小妹。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 Ben Presto 的一户。这次我购买的是十姐版本。比起天锁斩月，我更喜欢斩月。价格来说，我觉得这只算是很中规中矩。这动作应该是准备挥出月牙天冲的样子，动作还是很帅的啦。不过我最想吐槽的一点就是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哪一位？跟我认识的一户有点不太像啊。之后会把这只抽出去给大家，那就再麻烦大家关注一下频道的后续内容咯。我是陈小妹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